我得发了，我给你转回来已经。对，咱俩今天就吃一个馅饼得了，也是硬菜，咋样？整馅饼啊？嗯，可以。吃猪肉酸馅馅的吧，行吗？行。爱吃吗？你都弄了吗？馅？我把那个面已经和完了，然后那个馅儿把馅儿搅完了，但是没拌呢。行。家里没有大葱了，先买点大葱。好。到了菜棚子了。大葱没有大葱了。那黄瓜鸡蛋好吗？行，来一根黄瓜，吃草莓。哇，好香啊，草莓，长毛了都。算了算了，我回家那个整馅饼去。对。面已经和好了。行，天暖和了，放工那天我要买几件衣服。可以买吧。然后我要最近化好妆啥的。使劲消费。我觉得我最近好像都不太化妆了都。你也是吧，再买点衣服。我倒无所谓了，你买吧。那啥，把馅儿的弄一下吧。行，面好可爱。粘胖了哈，嗯，像小手哈。你把脚洗一下子。香。哎，你和面子是？对面和完了，看一下咋样？弄得挺好啊。我给网上学的，他说那个馅饼的面就要软一点。太香了哈，嗯，好吃。嗯，挺香的。嗯，我觉得我没提前弄馅是正确的哈。嗯，一袋够吗？够。OK。洗一遍行了是吧？嗯。男生真是个做菜呀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昨天越煮越水越多。来上工具啊，面拿来，全忘了。什么？馅和面。没地方了。行，就是。我已经会和面了，现在。这个给我拿下去。嗯，好。这块还可以吧？可以。这好。干了，可以。那铲子，什么叫搓子呢？啊，铲子，放，可以了吗？嗯，放了，看烫手。来，再来一个。行。放边上吧，放这儿，可以，这颜色也不错，别烫手啊。三个这儿行吗？你放饼，放饼，放吧，别烫手啊，放吧，别烫手，慢点。OK， 放这儿，放这儿，对，好，放面啊。嘿，奶奶看你啊，您帮我去把那个黄瓜鸡蛋汤弄一下啊，别烫着啊，烫着就哭了，听着没？假鸡蛋呢？啊，够了。烙饼，你看我拿糖呢？你都吃上了。
好好吃呗。好吃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快点烙水，烙完赶紧吃。嗯，好香。嗯。多吃两顿了。肯定的呀。饿了。哎，拿个辣酱去。上汤应该是吧。晚安。好。今天下一天班啊。嗯。好香。好香啊，肉。嗯，来口汤。嗯。汤好喝，满足。这么吃谁不胖呢？我姐我俩都不爱吃麻酱，我俩都是吃完麻酱头疼。那铜锅涮。啊。